我的关心的是运用电脑程式所设计的机器人自驾车，实行国小六年级全面推动学习。小朋友在展现着成果，在走廊进行着 PK 赛。这是校方举办的小小城市设计师的娱乐营，培养学童未来的数位能力。实行你到电脑程式设计课程，已经全面融入六年级的电脑课当中。如果车子的转向是错的时候，它就会造成两台车站在社会的竞争力。要自行破困，展现成果，在走廊上进行自走车的 PK 赛。所看到的自走车的部分是属于创客的教育的一部分。那我们目前是规划在寒暑假期间开娱乐营，给小朋友去做体验的活动。那所使用的软体是 Arduino Web Arduino 这个软体，那我们也邀请到教网中心的老师来给我们做那个自走车还有城市设计的指导。那现在目前所看到就是我们一个成果的展现。在了解城市设计之后，小朋友经引导来介入，得以开展加探索，进入电脑城市设计的创意世界，发现创意无限的家己。城市的时候是拖曳积木，然后来控制那个城市。那城市语言呢，将会成为像国语、英语、本土语言之外最重要的语言。那我们在学校的六年级的电脑课程当中，就融入了城市设计，每一位孩子都能够学习利用Scratch 的城市设计语言去进行。因为有了机器人自走车的展现，小朋友更有自信，也更加欢喜来尝试加探索，学到电脑程式设计的方法，希望未来会用成为电脑程式设计专家。谢谢新闻创频道嘉义市采访报道。